家有来财，应不富；国有奸臣，应不安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？真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得袂到上苦。什么出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少出路，你爱赢家己一步。第二爱唔惊吃苦，赢你哟赢你哟，不只去着赢你哟，想方赢着吃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。情薄薄求人难，做人什么上艰苦？得袂到上好，什么出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少出路，你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唔惊吃苦。我在等您啦。陈志忠，你
真正不是电家的人。电家的人无一个是像你安尼这样孤立，这样单纯。不怪你会惊邱小丁，惊到安尼。阿爸，干嘛？你回来啊？啊，美官呢？美官有打电话给你无？美官，阿爷未回来哦。哎呦，美官到阵哦，拢无消无息，阿无打电话回来。阿因后爸哦，伫病院的经营，我也拢唔知影，啊，害我要烦恼死啊！阿爸，你先莫紧张啦。阿美官伊无打电话回来吼，安尼表示阿后爸伊无代志啊。你先等伊帮伊休困啦。我先换换吼，就来去病院看美官啦，吼。好啦。啊对啦，阿爸，啊你暗顿食未？我食饱啦。哦，阿母咧？恁阿母哦，伊家己有煮啦。你老要陪我开讲好不好？汤经理，啊，恁囝伊今日啥款？敢有动静？嘛是同款。恁免烦恼啦。你安尼无眠无日甲照顾，恁囝吼一定会知啦，一定唔甘互你受遐尔啊大折磨，一定会好起来。多谢你，你免烦恼，家己身体要紧，吼。多谢。美官啊，你好转去啊。你若无转去吼，恁大家是会生气。姨妈，你免替我烦恼嘛，全都是你啦。安尼厝的病院来来去去这么侪组，你较忝，你先回去休困嘛。而且我甲阿妹来顾就好啊，吼。恁两个踮遮顾，啊叫我回去休困，我才不爱。我回去厝的敢困会落眠？无得甲恁大家看你无转去，死到伊都拍电话去厝的，啊我唔得乌龟楼顶走到楼脚来食，啊万一若亲像阿福啊安尼跋倒，安尼要安怎？我才袂。阿妈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你安尼讲，唔是何必关心啊，佫较艰苦。美官姐啊，你先回去啦，莫阁阿妈烦恼啊。阿爸吼有我在照顾，你放心啦，先回去吼。姨妈，进来。美官，阿爸甲阿母好无？真正好啦！姨妈，阿婆先来等啦。阿你甲阿妹啊，阿些时间休困，我妈才接过来啦。姨官，志忠啊，今日我徛踮遐创啥？转去啦！恁某已经转去啊，你唔紧转去？好啦，姨妈，我来转啊。
快啦！阿爸，你快啦！啊，你来叫晚车走回来啦！啊，连一钟电都也无卡断嘞！哎呦，啊，恁阿福伯即摆是安怎？啊，有精神无啦？有精神。啊，未精神哦！啊，哪安尼啦？啊，医生安怎讲？医生哦，讲需要观察。观察？啊，观察遮久啊，啊，哪未精神？你管啦，你去问医生啦，看伊到底会啊袂啦。啊，若袂啊吼，咱来改转院啦，换来较大间的。阿爸，啊，这个医生哦，一定是这方面的权威啊啦。权威？啊，遮久啊拢无去识，什么的权威啊？哼！阿爸，你先莫着急吧，着急嘛无路用啊。伊嘛是想过通着急啊，我摕草药也袂食呢。去草药我互伊食，啊，你敢无？我嘛是安尼想啊。要不过伊妈就甲我讲啊，讲阿伯是伊后生啦，伊无可能害家己后生。啊，伊都安尼讲，我是袂安怎讲。阿爸，李官，你莫烦恼啦。阿伯是好人呢，人讲吼，好人有好报，阿伯一定好起来啦。阿爸，阿李官就回来啦吼，我扶你来帮你叫过来。阿爸，我扶你。李官，阿你无闲规工啊吼，伫病院照顾阿伯，一定足忝的。阿爸，我来就好啦。免啦，免遐麻烦，我扶阿爸就好。没关，我来。好啊啦，恁两个在咧扶我，咧烧钱，这种讲了无唔对啦。没关啊，你伫咧病院哦，无用规工，啊忝啊，啊这种扶我几摆就好啊啦，吼。啊对啦，爱问哦，去关关啊，让我准备休困，吼。阿爸。不是啦，我是要找你。要找我？第一名戏出，大戏出。感谢你的收看和支持，希望恁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十二点，大戏出，赞！是不是阮志忠在公司惹甚物麻烦啊？是？毋是啦，志忠伫公司是一个做拍拼好心人，我想伊伫厝应该嘛是一个做体贴的查甫人，对无？陈太太，我做心善的，因嫁着这种好翁婿。宋经理，是你毋甘嫌啦？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尔。啊，陈经理啦。陈太太，我今日敲这通电话是要跟你回信的。回信的？安怎讲？我今日心情不好，要找袂人开讲，所以我来这边陪了几天。你对我做体贴的，有做我讲话安慰人，我讲这句话好听，我这摆心情。李官，啊，你无闲规工啊吼，敢要洗一下身躯？我，你今早有餐饭先，阿爸甲母食？有啊，我透早要上班的时阵吼，我拢准备好啊呢，啊，拢放伫个桌顶。暗顿。暗顿，我就想讲中昼的饭菜吼，一定有剩啦。啊，应该你腾腾的等，袂当食。这个饭菜不要紧，你跟我等下腾小碗食。有啊。
我爱加班啊，阿公，我拜托阿母啦，我拜托阿母讲，甲同小下阿爸食。你今这时阵，阿母根本就无可能照顾阿爸，你是阿要拜托阿母？我公司加班无用。你加班，对，唔对的人是我。 我家己阿爸，我爱家己照顾家己。啊，不过啊，歹势啦，我着公司哦，做一份件爱处理啊，临时留来加班。你敢不敢是加班？是。你敢想加班？讲啊。我家己一个人加班啦。 你一个人加班，那呢？今天就辛苦了。你好好休困，我无加了。啊，美官，你哪呢？我开的药啊，你讲好吃？有啊。 秘书，准备只药啊，我等你甲煮。是。要煮啥？啊，有哪白事喏？空嘴发炎吗？发炎哦，敢有严重？药啊，若有照时间吃，应该是袂安尼啊。敢讲，我开的药啊有问题，看卖啊。哪会安尼啦？ 医生来，伊讲阿爸的空嘴发炎啊啦！发炎？嗯，阿姨佮问我讲哦，咱佮有照时间摕药啊，互阿爸食。啊，你安怎讲？啊，我当然是讲有啊。阿妈，敢毋是这草药啊，互阿爸食了了，空嘴才发炎啊？应该是袂哩。啊，对面迄个太太伊都讲这个药啊足好用的啊，要哪安尼？哎呦，哪安尼啦？ 这个青草药啊，恁都食青草药啊，俺都免住院啊嘛，你安逐天早下早起到袂忝。我知影哦，你是烦恼恁囝哦，佮即马袂精神，才会听别人讲啥物偏方，用这青草药啊互啉啦。是啦，啊我开的药啊，敢唔好食？无啦。 你用青草药啊，好食，我开的药啊，你唔好食，你看，即马不但无精神啦，啊，空嘴才发炎啦，即马变哪？你讲嘛，我看吼，规气办出以后啦。阿妈，是真的吼，甲办出去。是，医生啊，医生，医生啊，医生，我拜托你，请你继续甲我好心治疗，好无？这有啥物好治疗的？ 你对阮病院这么信任都无，我开的药你唔好食，发食偏方，这就有啥物好治疗的？医生，我就是信用你，我唔才会互你甲开刀。我的后生一直拢是你在甲治疗的，你即摆若唔甲治疗，你是要叫我去找啥人？找青草药店吗？啊，若无，你不再换一间更大病院嘛？医生，我知影这拢是我唔对啦。 不过，我看样的一直昏迷不醒，我这个做老母的心肝还是真着急，你知无？你着急？刚刚阮做医生的都袂着急，我嘛是规工拢咧想，看是要用啥物更加好的药来甲帮助，互伊精神。啊恁呢？互伊食偏方，安尼对伊病情不但无帮助，等于是咧害伊，你敢知？第一名戏出大下出。 感谢你的收看和支持，希望您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，中昼12点，大夜厝，赞。
我来就好啦。李官，你就昨暗就跟我急气到今嘛？敢当等于我昨暗无甲阿爸照顾阿好呀？卡叔，你有啥咪不满，你就骂出来。我拜托你莫用这款态度对待我，好不好？你敢怪烦恼我用啥咪态度对待你是？我当然会烦恼啊！咱两个是翁阿母呢，咱逐天就爱生活做伙。卡叔，你也一直用这款态度对待我，安尼对我是一款折磨，我会过了足艰苦的。你还阁会记咱两个是翁仔无？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啥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。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啥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，有幸福悲哀，谁人问怪我爱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犹原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是写剧本予我上台的人，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谁人？